你在干嘛啦？要体验他们的自助结账。对 ，Target 的超市，他们这边很酷啊，就是你看我们后面一整排都是自己刷卡、自己结账、自己买单。你看一下人家怎么用，他就是扫描过去而已。就是扫描过去而已吗？一样，43.54元。你买这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雷射枪。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买了什么，多少钱？这个雷射枪非常酷哦，这边有个爱心，射中它就会受伤了，两个人就可以对战，可以在家里对战。如果因为是想说，如果下雨没办法出去玩，小朋友他们两个在家也可以自己奔跑。对，这个台湾没有，然后这个43块，那收好。然后第二个，买了一个这个是很有名的桌游，那只是因为他在这边买跟台湾价差蛮多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边买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多少钱？找一下，我给你。这是20.49，大概就是台币600。这个桌游在台湾买大概900多块。好，收起来。那还买了一包这个，小朋友要带去，只要跟同学分享的。MM， 这很大包，很划算。听说在这边超市买 MM， 真的非常的划算。来看一下，里面有40包哦。60包哦。12块，所以这包才360块台币，也非常划算哦。在这边买水啊，你在外面买价差真的很大。这一瓶水外面要卖2块到4块不等。对，那我们来看这边买多少。一瓶才买6瓶。对，那这六瓶我们看一下多少钱。这六瓶才2.49。你在外面买一瓶就要2元。这个等于一瓶水就大概台币20块左右，在超市买跟台湾价格是差不多的。外面真卖超贵，超级贵。然后老爸买了一包，这是杏仁果。杏仁果。哇，这块这一包要10枚哎！这块啊，这包可是它很实啦，它是很重的。这包300台币。我还买了2包这个，我觉得看起来超级好吃，巧克力的。这个是蝴蝶饼沾巧克力，然后这个是杏仁果沾巧克力。来看一下多少钱？它这个是2包有特价，4块。好了，多刷了一个。对，多刷一个，要叫他来是不是。对 ，Thank you。I'm off tomorrow. OK，Thank you。刚刚我们多刷了一次，我们就呼叫了这边的那个店员，请他来帮我们，然后他会进到他们自己的系统，把我们多的那个 cancel 掉，再跳回原本结账的画面就可以。那我们还买了一包，这个是 mini 的 Kiki。好了。这包对，等于是台币大概是100出头。然后这边呢，买这个超大的百威，这一定很，这个非常便宜。亲爱的，你觉得这有几 cc？ 这个应该有我平常喝的3瓶吧。这个应该有800-900cc 耶。应该有我平常喝的3瓶。看一下多少钱。百威是美国牌子。刷酒啊，他要检查身份证。然后有问题，服务人员是马上就出现在旁边的，非常酷，不需要叫，马上就来。这瓶百威才1.99，等于是台币60块，超大瓶的。在台湾买真的贵非常。这在台湾买还比较贵。我们要赶快刷，追赶进度，不然他等一下要叫我们拿另外一种，早就非常麻烦。这瓶更便宜。这瓶是1.94，更便宜。这个是柠檬口味的，这瓶是1.5。这瓶多少钱？不对啊。我们怎么有刷到30 can 的？不知道那什么。跟他讲。You have one or two? Which one? Just one? Just one. Just one. No. 现在我们跳刚跳成了三组。OK, thank you. 他好有发现，差很多。对，刚才我们刷这一瓶就跳了一个30瓶的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们买了10个这个。我们买了10个 Gadavi， 一模一样的吗？好，买了10个卡塔比，卡塔比在这边买超划算的，这个大概就是4块钱左右，大概120块台币，非常划算。付钱了，所以我们就配。这里有它的刷卡跟礼物卡，先选择刷卡。接
着从这边呢，你就插入你的信用卡，就可以结账。我们总共买了150.45。插入。谢谢你。所以不用签名吗？谢谢你 ，See you again soon。好，结束。结束。我们结账完了。今天是先蔡依林找到这间 Target 超市，我买起来啊，这边的酒跟水啊是这几天我在纽约买到最便宜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更便宜在纽约可以买到生活用得到的东西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其他人。不过我觉得美国在自助结账这个部分其实比台湾进步很多，因为台湾前阵子啊才出现 Seven 那个无人商店，在美国其实我觉得他们是蛮信任人的，在这一点啊，就是放心的让你自己结账、自己算钱，然后自己把东西带走，就都是非常信任的，所以感觉非常好啊。我走出 Target， 外面的天都快要黑了。然后这间比较不像超市啦，它就是一个算是那种台湾加码那种生活百货，然后杂七杂八都有卖，一些玩具啊都有卖啊。它的位置啊就在帝国大厦旁边，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，如果有兴趣来纽约的人也可以来这边买东西，像纽约人真的超多的。结尾新店餐饮，还有早饭的 IG 哦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